是花，我爱彬彬秀。为什么今天声够大声呢？人讲有阵才敢大声。今天我看你一阵一阵一阵阵容，一阵容出，哎呦，那大家都真好看。甲上面迄阵看一个惊死，那有迄个迄个人先，那来徛在遮先嘛。人阮两款讲，即摆的台语也都差不多以上红啊，那种啊。红足久的啊，歌王。今来甲看一下，迄个在迄个在抖啊。李友，李友。我讲真的，起码立友已经变立友哥了，一哥一哥。立友哥起码先卖讲，秋天再来讲。为什么？秋天咱弄个叫大闸蟹。大闸蟹。大闸蟹上盖机台就是个蟹壳拍开了，立友哥啊，立友哥。有梗，有梗。一样的耳朵会出油，会有好多立友哥的歌。而且有新作品来了，新作品。我觉得，我觉得，啊，今晚朱大哥叫啥？叫做刁马刀马蛋，刀马蛋，嗯，阿刁，阿刁，迄里甲这里，刀马，所以这不是刁马蛋，这叫刀马蛋，刀马蛋。今天你听得到这条歌无？听得到。哦，赞哦赞哦，今天你同款吼，那有每一个好歌手，是，拢来唱王力友的歌，是，每一个人吼来我这查某变水，查甫变。我先讲拄只咧后台，我看头前我看到迄个叫做啥明亮，明亮，我们在后台讲，哎呦，今天那变烟头啊，哎呦，原本有包烟头，真的，啊，赚无钱吼，来家拢变赚有钱，真的，无厝的拢来家变。唯一一个叫做陈梦贤，哎呦，迄个拢无半滴歌，你的作品是啥？无。起码足钱诶，买两间厝。哎呦，这厉害！曾伟忠，好久没来呢。对对对。哦，啊，在规定拢引导起来。谢谢。我那边来，咱无着伊。安尼哦。我刚一瓶解酒诶。有烟呐，啊你唔通搞咱乱呢？阿伯传播吧。阿伯传播哈。一瓶解酒。安尼吼。唐丽，好久不见。他都要来凡哥美女哇。是哦。冰冰姐讲就足够伪装诶嘛，我都留咧加行话。看到我素颜惊到，啊，拢不爱跟我讲话。无啦，我都不爱。啊，然后杀前后啊，尾后啊，你是唐丽嘛？我一直跟我讲话啦。讲错，好来这边。哎呦，林珊姐姐，今天是台南的，台南的，看起来就爱冷静嘛，你呢？今天是丽友的特辑，对对对，所以我一定爱，一定爱收听，要收听。哎呦，谢晶晶。听完冰姐讲完之后，我决定搬去鹅卵比。那你是来小琉球，小琉球来锻炼，锻炼的感动。哎，我今天保重保重。我看你，我看你拄只就比你边啊迄个较水。你边啊迄个叫蔡雅露，你过来蔡雅露。你被比到哈，不晓得到哪，被到香港去了。你是输得一塌糊涂。为什么呢？他真的是表情、歌声、人都对。唱完了回去，你刚哎不对哎哎，刚才就应该这样了啊！可以表演的为什么不表演？他说尽快到结束的时候，镜头还在那里嘛，你看还是在演，我希望呢内眼抛一下，对，我喊你，我记得大伟的干，好，没关系，师兄救你，师兄救你，来，现在去出专辑了，成交啊！爱随意，春娇爱随意哦。你有话对林安，我嘛是星光嘛是跟陈水合唱，但是有两首主打，一首是跟叶诺凡，一首跟陈水意。啊，你该唱啥？龙凤镜。龙凤镜。龙凤镜。龙。你是要结婚在龙凤镜呢？嘛是咧讲男女之间，然后无，我们无结果。大家拢咧爱水，大家拢咧拼。我先来问一个林珊，林珊，为什么人伫咧唱歌，啊你一直哭？叶诺凡，叶诺凡唱一条，伊唱来唱到 A 段都结束了，你开始流目屎，你是咧安那？恁翁甲你拍吗？家暴吗？是因为他说是听到那个歌的那种曲风，有感动，有感动，还有整个音乐的感受，你说说看。慢慢说，慢慢说。今天我觉得整场下来就很感动。结果你是感动哦，因为伊是头家娘啊，你讲，你看我这大家这个好处，哦，这拢我的钱，这拢我的钱，感动啊，烧钱有意义了。那个诺凡在唱那首歌，那首歌，生生不了。对对对，你的孔锵的下来呢，我因那呢唱的时候，孔锵哎，你写得出来这样的歌哦？不是，人生经历啊。然后你看，今天每一个音乐就是演唱会的音乐，对。尤其是有两条，我是你的靠，我做你的靠山，甲拄啊一条，
根本就是演唱会规格，小巨蛋规格，整张哦，安尼层层次次的。你有偏心吗？你家己嘅歌有咁正水调？没有没有，其实每一首歌都基本上是因为伊今天阿北公完，后来更感动的是什么？为什么哭到最后？到现在没有，我就是水龙头一打开就很停不了，停不了。对，然后莫凡，我觉得他今天就是，我觉得他唱这首歌有点力不从心，但是我又觉得他那个精神可嘉。他就是很努力的在，尤其我老实讲，本人坐在遐啦，因为压力好大，本人其实哈，孔锵也很厉害，有他很多歌是半音的。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半音？因为迄个半音听起来的，就真的叫半调子哦，真正是半调子。这个有点难度。那是老师，然后今天特别设计，所以我说实在话的。真的，我相信现在叶诺凡一定很后悔，为什么没有好好把这一首歌练熟？因为呢，你看时间的关系，因为你看原创跟原唱都在场，是他逃不过的，所以压力，因为我们他逃不过我们的法眼跟法，真的一定会有压力。